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远方小吃。这是这一间店这么的样子。原本想要吃筷子手烧啦，但是他先没有开啊。这样啊。好，那招牌好像是这个米粉汤跟乌醋面啊。好，那墙壁上有全部的品项。好，老板娘想问一下，什么是顺化牛肉面呢？口味，它是中越的越南牛肉面。哦，好。那我就点这样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就点这样，谢谢。我不还是顺化牛肉面，我帮你用生牛肉可以吗？因为牛腱奶。哦，那不然我点那个牛肉河粉好了。好。那地瓜叶大陆面。好，地瓜叶。哦，我是那样的哈。那那样。哎，对对。里面重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对。好，那网友讲说他们的这个油豆腐不错吃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小菜好了，现在吃吃看啊。好，小菜口味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很传统的味道。哦，那这个油脂剪得蛮干净的啊。啊，谢谢。嗯，不错，嗯。哦，很顺口，然后油豆腐没有切断啊。哦，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还不错，嗯。哦，它照酱稍微咸一点，比较没有什么搭配的作用。哦，这个生牛肉是现切的。对。哦，那这样值得期待啊。我们用台湾海南那边的牛肉。嘿。好，那全部都是现做的，这一定好吃啊！好，那看样子我有点对哦，这个牛肉河粉应该是很好吃。好，东西只要是现煮的，一定都美味啊。好，那地瓜油我喜欢嫩的啊，它应该是加了油葱酥跟一点，嗯，看起来好像是酱油。好，那分数90分，不错。如果比较喜欢不要这么重口味的，应该可以跟他讲一下啊，搭配起来应该酱油膏比较适合吧。哦，
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哎，好，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一碗台南的生牛肉，我用这个汤冲下去的，这一定好吃啊。我再用热汤泡一下，好，那熟度就自己控制啊。哦，牛肉很嫩啊，然后很鲜甜，哦哦哦，这个赞。越南老板娘还是卖一个越南小吃会更贴切哦，赞！哦，这味道超棒，好吃呢，超好吃的，哦，这个汤头赞，然后我还有加柠檬进去啊。好，很好吃啊。那因为有热门音乐，那这个我觉得是满分。哦，还有好像只是广播电台。然后汤都很鲜甜，里面还有九层塔跟葱花吧。哦，然后这个汤都很鲜甜。好，赞啊！就点这个超好吃的啊，这个真的真的赞。这个牛肉真的是嫩嫩嫩嫩嫩的，又好吃，然后很推荐各位朋友来试试看啊。哦，这个是满分哦，记得要点来试试看哦，赞。好，那总共是215，那个牛肉河粉超好吃的哦。好，老板娘又讲说她经常休息，如果想要来用餐的话，要打电话问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，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哎。30号我休息哦。要回去越南吗？不是，我去日本。哦，去日本。OK， 26到30。好，好，真的很好吃哦，推荐牛肉河粉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再来就到这个永和豆浆大王，但是刚有客人跟我讲说他已经休息了。这家的生意也很好。看起来好像还有人。先休息吗？好像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、好，那下次再来吃啊。好，那礼拜天的话就是变化会很大了，因为有店家都会休息。好，刚前面那一家那个牛河粉真的很好吃啊。那小菜的话，可能味道就比较普通一点了，但是牛河粉是很好吃的。然后说休息时间是不定的，所以要去用餐的话，可能要打电话先问一下。哦，还有一个牛肉面店呢。
800里牛肉片，哦，馅饼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只要是现做的一定都美味啊。好，这家叫做800里牛肉面啊，下次有空来试试看。好，就在一个公车站牌的旁边，盐城路29号。好，那不好意思啊，后面一小段就是待接警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一天，拜拜。